怎么看这个？我再试试直播怎么用。こんにちは。新年快乐，こんばんは。我想要用手机看留言，怎么看？好像不行看。像真的不行。こんばんは。我今天是想要试试看直播怎么用，然后我现在想说用手机看留言，结果我不会看。这要怎么看呢？真的是看不到，新年快乐！我再学一下。今天没有为什么无聊直播一下我。这边可以看，等一下，今天没，我知道，现在可以看了，谢谢。好像我上次在 U 我的脸书说有一些学日文的人，我可以用直播教比较简单的日文，所以我现在试试看怎么直播怎么用。新年快乐！那请问这里有学习日文的人吗？我今天没有跟任何人说我要直播，所以应该。这里好像没有，就是在学日文的人哦。下次就知道了。如果有人在学日文，然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这里问我。可是我今天没有跟别人说，所以。有人来这里也不晓得有没有问题呢？又看不到了，就懂。主播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现在。我今天很无聊，所以在学习直播，所以大家没关系，可以跟我聊天，也可以不要跟我聊天。我学一下，以后才可以用。
会在台湾过年吗？どうしたんだい？どうしたんだい？日本人ですか？どうしたんだい？今日は台湾のお正月休みが今日から始まったんですけど、暇なんですよ。暇なのでライブをちょっと始めて練習してみました。練習してみようかなと思って。会在台湾过年吗？对，我们会在台湾过年，然后打算，一月底会回去日本，可是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的回日本呢？爱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暇，そうですね。好，我想请问一下，我同事都说日本的薪资水平比台湾高一个月，这点你的看法如何？哦，好难的问题哦。日本的薪资水平比台湾高，日本的薪水的意思吗？日本的薪水比台湾高，应该是吧。可是在日本，我觉得在日本工作很辛苦，压力很大。看你要做什么工作，但是我觉得在日本工作压力很大，但是应该是薪水比较高，是没错吧。可是有人说，有一个认识的人说，他跟日本人结婚，他跟日本老婆结婚，然后，就是比较好的工作，公务人员。他跟他的日本老婆是住在台湾，他说，因为他说在台湾薪水比较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艾可开直播有什么事想跟大家讲吗？不是啊，我想，我跟那个我在日本。就是学习日文的有一个群组里面问大家说，哎，有没有就是需要就是有一个直播呢？日本人教大家日文，这样是不是比较方便？比如说我其实不是老师，所以没办法教很难的日文，可是应该就是说比较简单的日文可以教，然后有一些问题可以，如果对日文的有一些问题可以，就是不是说教，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我们可以语言交换这样子。对呀，有什么事想跟大家讲？因为我今天很无聊啊，我老公去朋友家喝酒。玩牌，我就很无聊啊。小时候，父亲会教日语的数字一到十，还有五十音，不过快忘了，忘光了。真的，一到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有人谢谢，有些人问我问题，这样我就可以聊天了。在日本坐电车有要注意的事吗？在日本坐电车有要注意的事吗？在日本坐电车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如果在东京的话，
小心有些时间一上车就是被挤死了，所以要看时间，上班下班的时间要特别注意。还有女生的话，不要穿太迷你、太短的裙子。日本变态很多。男生的话啊，男生的话不要，小心不要太靠近女生，有些人会被误会，哎，手，你的手摸到了我的屁股之类的，很烦，对不对？日本现在很冷吗？日本现在很冷吧？啊，我老家那边上个月，圣诞节的时候已经下雪，然后说，听说很冷很冷。我很怕日本的冬天好冷，可是我很喜欢看下雪。现在在日本还是在台湾啊？我现在在台湾，台湾です。台湾の新年なんで。啊，对，今天开始大家，大家今天开始，寒假吗？就是过年的寒假，对不对？对，我小孩也是今天开始休息几个礼拜，两个礼拜吗？三个礼拜。新年快乐，祝福你兔子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自由正义，这是很好听的名字。对，今年是兔子，今年是兔年，所以应该要带一下兔子的耳朵什么的。私は少し日本語話せます。日本語話せますか？日本語話しましょう。日本語でも大丈夫です。愛子の旦那さん羨ましいです。それは旦那さんに聞いてみないと分かんないですね。赞，谢谢给我赞。想开直播，提前一天社群公告看，观看人数比较多，对，我知道哦，我知道哦，可是我今天是故意不说的。今天故意不说是因为我之后想要就是直播看看，玩玩看，可是我想说，说不定没有人看呢。然后我今天刚好就是我老公去朋友家，他说喝酒，不是喝酒，是玩牌嘛，不知道在玩什么。然后我今天就很无聊啊，我想要试试看会不会有人看，还好有人看，谢谢有人来看的大家。はい、次。愛子好、大家好。台北现在很冷，是寒假。对啊，台北很冷耶，我今天觉得好冷哦。我今天是啊，这是什么？江泽，我不会念这个零吗？谢谢有人给我45块，好像今天第一次直播，我其实不太了解怎么用。对，我今天带我女儿去逛街，我带她去夹娃娃，然后买有一些饼干糖果，然后她跟朋友说要去公园玩，然后我带小孩去公园玩，我吓到了，因为今天好冷好冷，真的，台湾的冬天其实很冷耶，跟日本差不多。好温柔，和刘梅玲声音一样甜。新年快乐，谢谢。刘梅玲是谁啊？我不知道。刘梅
林，刘梅林是谁？我等一下查查看他是谁。愛子さんは美人ですし、しかもなんだろう。しかも通報するやまな。しかもの後が気になりますね。对，第一次看直播，爱子跟爱子老公都很可爱，喜欢看你们的互动，谢谢，谢谢。新年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皆さん。え、后天吗？初一是后天吗？晚上好。会不会带小朋友出去玩？对，我今天有带小孩去玩，可是没有很远的地方。晚上好。有人的韩文我看不懂。哎，我去后面一下，好像太近了一点。嗨，老公去外面喝酒时，你会向台湾老婆打电话给老公催促回家吗？哦，太晚才会。大概知道他跟谁喝酒，然后大概知道在干嘛的话，就不会担心。可是我有跟他说：“哎，你出去玩，你出去喝酒一天，那你也要让我出去喝酒一天。”对啊，要公平。愛子さん、台湾の生活もう慣れますか？慣れましたかですね、こういう時は。慣れました。慣れましたよ。但是那个过年的时候，大家不觉得过年的时候很无聊吗？只有我吗？因为台湾的过年大家都去玩，对不对？今年好像大家都去国外出国玩，可是。去年也是去哪里都是很多人，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少出去玩，所以都在家里很无聊。可是今年应该是很多人去国外玩，所以台湾应该不会到处都很多人的状况吧。一定看，我是你的粉丝，谢谢。自由正义。愛子さん、中国語の文字を読めますね。中国語の文字読めますよ。中国語の文字は、我学过的字都会念，可是有些字还是不会念。不会念，现在就 Google 查一下就好了。直播酷哦，对啊，你看现在看这个人的名字就太难了，我不会念。阿布玛利亚，阿布玛利亚桑，那她很漂亮，我知道，我认识她。初次见面，第一次看直播，之前有开过直播吗？今天是中文练习，对，初次ですね、今日は。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没跟大家讲，所以是，我今天想说试试看，会不会有人来看？没想到有人来看呢，我很感动耶。下次就在 IG 还是我的脸书还是YouTube 好像也可以公布，对不对？下次就试试看，有人有学日文的人吗？
爱子祝你新年快乐，谢谢。陈永莲，谢谢。嘿，こんばんは。はい、こんばんは。愛子、愛してる。谢谢。Thank you。How did we get COVID-19? 上次我有得过新冠肺炎，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我大概两三天都是躺在床上，我觉得很痛苦，不想要再得了，不想要再得了。アブマリア、あ、アベマリアさんが両名輪って言うんですか？え、是那个アブマリア小姐，她是日本人，对不对？她的中文名字叫刘美玲，是吗？我不知道，她很漂亮，我知道她是谁。明日は大晦日です。哦，所以是明天是啊，不是，后天才是过年，初一，对不对？为何爱口最近都没上 WTO 姐妹会？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可是 WTO 姐妹会我也想要去上，可是他们好像是就是去上他们的节目的人就是去他们上那边，不能去别的地方。日本的电视台也是这样啊，好像就是有很多电视台，对不对？那去一个这边的电视台，那好像也是，除非你很有名很有名的主持人，还是非常有名的艺人之外，像我们就比较不有名嘛，这些人可能就是不能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会去婆家吃年夜饭吗？会去婆家，公婆家吗？我会去老公的老家吃饭。明天会去老公的老家吃饭。我的公公婆婆很会煮饭，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今天没有为什么，只是无聊，所以开直播，哈哈哈！爱子真有趣，真好玩，谢谢哦。我说真的，今天很无聊，今天很无聊，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我是韩国人，除了韩语，其他人都用啪啪狗。泡泡狗是什么？有韩国人也会看我的影片，谢谢。那我没有加韩文的字幕，然后我也不会讲韩文，你这样看得懂吗？我的影片好像也没有自动翻译的自动翻译字幕的功能。超级无聊，对呀。明天除夕之后，大年初二，初二习俗回娘家。爱子娘家在日本，是啊，我娘家在日本。是啊，台湾的过年是很无聊，对啊，台湾的过年应该不能说这样很无聊，可是应该是可以跟家人见面。也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爱口认识梦多吗？有没有机会 feed？ 哈哈，梦多さん，我有看过他的节目，
但是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是谁。那你这么漂亮的老婆出去喝酒一天，台湾的老公应该会担心到不行，不会啊，不会吧？我很少去跟朋友喝酒，在台湾不知道去哪里喝酒。台湾有推荐女生去喝酒的店吗？应该是比较。我喜欢安静一点，然后暗暗的 bar 之类的。艺人，不是我，我不是艺人。すごい愛子さん、英語もできますね。我不会英文ですね。英語できないですね。我不会英文。我很想要讲英文。是很想要学英文，可是已经，我觉得已经太晚了，现在学也是来不及了，所以我现在叫我女儿学，然后长大，希望我女儿可以带我去美国国外玩，然后帮我翻译就好了，这样就我就不要学了。そんな綺麗な合図、当然要来看你、谢谢。你只要打过三剂疫苗就不用怕感染哦，我还没有打三剂。爱子真漂亮，难怪两个女儿也很漂亮，谢谢。你最喜欢哪一位台湾的歌曲？哎，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我喜欢台湾的哪一个歌手吗？那你没有看我的影片哦。我喜欢的台湾歌手是周杰伦。歌曲的话，我喜欢他的很多歌，我都喜欢，都是。比较喜欢以前的歌，周杰伦的周不是这个周哎，喜欢很多七里香，我以前都很喜欢听。那个青天，稻香，对，很好听。啊，你答错了，好，想说你在开玩笑，很好笑。有没有机会介绍台北有名的酒吧？酒吧，有机会的话，台湾人喜欢用 LINE，韩国人喜欢用 Kakao 哦。KakaoTalk 是类似 LINE 的东西吗？好像之前我也有用过，可是我比较不太会用。确实，以前歌比较有感觉。对，以前的歌都比较好唱，日本也是哦。日本的以前的歌我也比较喜欢，最近的歌我比较不会唱，应该是我是以前的人吧，我比较喜欢。1990、1990平成时代的歌。じゃ、蝶さんの歌、愛子さん歌いますか？可以呀、啊，你要我唱歌吗？我可以呀、啊。可是我要听我的，
不然我的走音太严重，大家就跑出去了。意见很喜欢听七里香，日本演歌吗？不是哦，不是日本演歌，就是安室奈美惠、宇多田光之类的。还有以前我很喜欢那个爱豆的偶像，就是早安少女。早安少女大家知道吗？现在还有，但是以前的 member 人比较有名。以前的早安少女很红，我国小的时候真的很喜欢。然后我第一喜欢上的日本歌手是安室奈美惠，可是他隐退了，不知道现在不知道要听谁的歌。嘿嘿嘿，哦，谢谢大家来看，祝爱子新年快乐，晚安，晚安，你要睡觉了。如果要和日本女生交往，需要注意什么事情？跟日本女生交往，应该是说不能太热情。如果你跟日本女生交往之后，我建议你要给她一个自由的时间，因为日本人很喜欢一个人的时间，然后日本人的夫妻也是我觉得比较独立的，不是整天都在一起的，就是他也想要需要一个人的空间，对吧？台湾的夫妻是感情太好，所以好像都去哪里都是一起的感觉，可是日本的话就比较不一样，像那个日本的老婆啊，常常去跟朋友去喝酒啊，不是喝咖啡、去吃饭之类的，那老公不能去啊，老公一起去的话就很奇怪。但是台湾可以，对不对？这一点好像不太一样。喜欢你文化差异的影片，谢谢。可是已经文化差异的影片已经拍过了，所以现在已经不知道要拍什么。你喜欢宇多田光的歌吗？对啊，我很喜欢。陈静子几年前有一个日剧叫那个陈静子一个日剧很好看，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啊，最爱，我们日文叫最爱，有一个日剧叫最爱，然后它的主题曲是宇多田的歌《君に夢中》，这首歌我很喜欢，超好听。私も J-POP 好きです。例えば最近復習していますのファーストラブ。例えば最近復習しているファーストラブ。ファーストラブ也是宇多田的很有名的歌，最近因为那个最近那个日剧让 First Love 这首歌变成再一次红，对不对？
First Love 也很好听，唱稻香吗？稻香我要听才能唱，可以唱歌吗？可是我唱歌不好听哦，真的要听吗？七里香，等于鸡屁股，为什么？什么意思？鸡屁股？周杰伦的《青花》啊，对，这首也很好听。日文歌我喜欢《快扭气的 Falling Love》，《快扭气的 Falling Love》是什么？忘记了，好像有听过，猜一下。《快你我记得是谁的歌啊？《快扭气的 Falling》。那是谁的歌？恋に落ちる。啊，这是以很久以前的歌哎。谁的歌？恋に落ちる Fall in Love。找不到是谁的歌，是小林小姐的歌吗？哦，小林，是哦，是好久以前的歌吗？我知道这首歌，我好像在学校学过。我知道这首歌。来完全爱たくてときめく恋に駆け出しそうなの。 OK， 比较不熟，不要唱。九十年代小室家族好红，对啊，超喜欢九十年代的歌，我都很喜欢。愛子さんはそんな年代の歌を聞くと見えませんです。本当ですか？我超喜欢平成的歌。最近的日文歌，大家有推荐的吗？最近的话，我喜欢一位日文歌手。他是藤井風って知ってます？皆さん。有一位男生歌手，我很喜欢他的歌，很好听。藤井风，他是一个日本的歌手，比较最近的，不是以前的，他的歌都很好听。はじめまして。自閉症の香港人で日本語とドイツ語とクメール語とを学んでいて、二次元の女にしか興味がない。おー、すごい。すごいですね。たくさんの言葉を喋れるんですね。二次元の女にしか興味がない。それもいいと思いますよ。新垣結衣、新垣結衣刚结婚也没有住在一起。是哦，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新垣结衣，我想要问大家，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新垣结衣？她很漂亮吗？台湾男生、日本男生都很喜欢新垣结衣，可是好像女生看不一样。女生看的话，北川景子，
很漂亮。还有我觉得在日本现在在日本我觉得最漂亮的是佐佐木希还是桥本环奈，大家认识吗？だって愛子さん大体20代ぐら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です。喜欢爬山还是逛街？逛街逛街逛街比较好玩。可是逛街但是也喜欢看风景，但是不喜欢爬山。我人生第一次爬山是上次去年朋友带我去象山，我真的是第一次爬山。象山的那个山是可以到最上面，对不对？朋友带我去，然后我到最上面，可是我真的觉得累死了。而且象山的爬山我吓到的就是一直都是爬楼梯啊。爬山是爬楼梯吗？那边一直都是爬楼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爬山还有爬楼梯的。极高有粒子演得很好看，对，他演戏很厉害，对不对？他演的我觉得很自然，很喜欢。X Japan が好きです。おー、X Japan。啊，我喜欢的日本歌手是安室奈美惠，还有一个是 Mr. Children， 你知道吗 ？Mr. Children が好きです。喜欢看电影吗？想见你还不错看哦。想见你，我的日本朋友也推荐我看想见你，可是我还没有看。我有时间的时候要看。十二生肖卡通，十二生小卡通 ending 超喜欢。十二星什么什么我不知道。平井堅さんの瞳を閉じても好きです。いいですね。瞳を閉じていいですね。喜欢。台湾夜市卖的鸡屁股就叫做七里香。是哦。哦、，sorry， 我搞错了，是小林清美。他这个人我比较不知道。ダイヤモンドの純隣。ファンサナリさん。イグナイトナリの歌が最もマイブームだ。私は知りませんね。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有听过あいみょん的歌吗？あいみょん的歌有听过啊。あいみょん也是算比较最近的人吧。あいみょん的歌是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忘了叫什么我知道あいみょん也很好听。 TRF Boy Meets Girl 很好听。哇，我很喜欢 TRF。 很我的时代，我小时候的歌。Boy Meets Girl ですね。藤井フミヤだけを知っています。藤井フミヤさん知ってますよ。有一首歌很喜欢，都是以前的，好像是日剧的。マスゴミの印象操作、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それ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それは。アイツ比较漂亮、你说跟谁比？不要勉强、没关系。我非常喜欢ドラマ、東京ラブストーリー、東京ラブストーリー里面的リムーバオナイメイ。お、鈴木ほなみさん、リムーバオナイメイ。他离婚了，有机会了。他现在还在演戏，
它很漂亮。外国語の割には日本語、ドイツ語、クメール語が得意な順だ。あ、そうなんですね。じゃあ日本語が一番得意ってことですか？日本語簡単ですか？クメール語ってすごいな。クメール語は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ですね。ミスチル、トゥモローネバーノーズが好きです。いいですね。果てしない闇の向こうで、ウルそれを愛と呼ぶなら、トイジェン、ウル、あ、ウル、ウルって、女性的ウルさん。啊，乌鲁乌鲁，我认识。他唱歌很好听。啊，玛丽·골드呢？아이면的玛丽·골드很好听。玛丽·골드。爬山也有比较危险的，有楼梯，表示有建议好。有的路也比较好走，对。对啊，爬山很危险呢。在日本的有些新闻都在说爬山，就是爬很高的人都很危险。对啊 ，Tomorrow Never Knows， 大家都知道。我也很喜欢 Tomorrow Never Knows。斉藤由紀怎么念？吉藤由贵，中山美惠，美穗吗？是我喜欢的影星。他们现在他们还在演戏，很厉害呢。Hello， 유이나 ，Hello。金城武が好きですか？かっこいいと思いますか？金城武很帅啊，他是台日混血，对不对？金城武很帅，嗯，可是他最近都没有出来了，他现在在哪里呀？他最近有在拍戏吗？好像都没有看，最近都没有看到他。你想那里有女生能喝酒的地方？看大酒吧玛丽子 YouTube 影片应该会知道。哦，玛丽子さんの YouTube にありますか？那他有介绍，酒吧吗？同じ民族のアイコ、同じ名前のアイコの歌詞を知ってますか？知ってますよ、アイコ。アイコっていう。有一位日文歌手名字叫 Aiko， 对不对？知道啊。カブトムシとかね、有名ですよね。東京から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東京の方ですか？日本の方でしょうか？こんばんは。うん、簡単で、クメール語イコールカンボジア語。へえ、クメール語ってカンボジア語なんだ。画子模糊吗？真的假的？画子模糊吗？啊，这个房间好像 WiFi 很弱，因为我把门关起来了 ，WiFi 的机器在客厅。画子很模糊吗？小四则在 Globe 的 purchase Globe， Globe 好怀念哦，都是我国小的时候的歌手。私はよくギターを弾きながら歌います。ギターを弾きながら何を歌うんですか？木村拓哉也很帅，我也喜欢木村。哎，你们台湾人很喜欢木村，好像
男生最喜欢的明星是木村。木村很帅啊，对啊。木村拓哉，他已经几岁了？50岁了吗？他的女儿也很漂亮。金城武在麻蓉真好厉害，是电影吗？是金城武的电影吗？金城武是以前在日本拍那个日本的日剧《神様もう少しだけ》っていうね。神様もう少しだけだっけ？那时代的日剧也都是很好看，那时候的金城武也很帅。画质非常清楚吗？非常清楚也有一点。J-POP を歌います。J-POP を歌いますか ？J-POP。大家喜欢？有人在学日文的人吗？现在学日文的人都是唱谁的歌呢？我只知道以前的歌，最近的歌比较有名的歌，我知道是像 YOASOBI， 还有那YURI。第一牛郎认识吗？第一牛郎是 Roland 吗？Roland 先生吗？他来台湾对不对？他最近来台湾对不对？他很喜欢台湾呢。樊丁龙四也很酷，对啊 ，GTO 的，他很帅。对，キムタク今度の新映画は信長役。そうですよ。啊，对啊，木村最近拍新电影。是织田信长的信长吗？信长的，他演织田信长，然后他去年来我们娘家那边的岐阜县，然后我们那边超热闹，大家都跑去看木村，因为岐阜县是那个织田信长的，他在那里。他住的城堡吗？还是忘了 ？I for you, I for you 是一首歌吗？马蓉真是1997年的香港电影，香港电影，对，他早期是在香港拍戏，然后后来去日本拍戏的样子。爱子听过 Official Hige Dandism 的 Subtitle 吗？没有。Hige Dan 的歌的话 ，Official Hige Dan 他们有来台湾拍 MV， 那一首歌很有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720p に画質を調節したならば、画質不好吗？画質不好吗？我周边可以调整吗？我不知道。画質不好吗？私は最初ギターを弾きながら歌う歌は藤井フミヤの True Love です。トゥルーラブですか？トゥルーラブってめっちゃ、トゥルーラブってめっちゃ懐かしいな。トゥルーラブ知ってますよ。是一首、有一个日剧的歌、对不对？
好像这个房间真的是比较网络不稳定。アスナロ会の主題歌是哦，你好厉害哦！君だけを信じてってやつですか？对呀、啊，君だけを信じてってやつですね。好听，好听，好听。爱子的星座和血型是，我觉得你应该是 A 型哦，真的哦。那你猜猜看，我的血型是什么？我的星座是什么？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问星座？星座很准吗？我有一个台湾朋友，也是超喜欢，超喜欢星座。然后他每天都在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怎么样。星座可以知道他的个性吗？日本人很喜欢问血型。是多久以前的日剧？我不记得。すいません。I for you。あー、めっちゃ懐かしい歌や。是ルナシー的歌。这首歌超好听。心から君に伝えたいっていう歌ですね。好怀念哦、oh, 真的好厉害哦，居然台湾人可以跟我聊那么以前的日本的歌。最近的朋友都不认识。最近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喜欢的歌手，吓死我了。有一些台湾人说想要学日文的那些人，现在都是学生。然后我是喜欢的歌手，他们也是不知道。画质模糊是因为 YouTube 设定114P。点设定改770就清楚了，可以设定吗？要怎么设定？我这边可以设定吗？看一下。哦，我下次知道了。我现在好像，现在好像不能调。会担心未来缺电吗？缺电是什么意思？未来缺电吗？是什么意思？ Mr.Children 的印很好听，很好听。我说真的， Mr.Children 的歌都是，所有歌我都喜欢。アスナロ会の主題歌です。アスナロ会の主題歌。トゥルーラブね。喜欢手塚治虫还是宫崎骏？为什么是这两位？手塚治虫ってアトムだよね。宫崎骏好了。宫崎骏ですね。星座比血型准啊，是吗？
ちょっとぐるぐるしていた。私はもう40代のおじさんです。40代おじさんですか？30代はおじさ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あの年代の歌はよく知っています。おお、そうなんですね。今でも聞いています。我也是现在也喜欢听以前的歌。今年要去 YOASOBI 和 Millet 的演唱会，有抽到票了。哦，恭喜恭喜，好厉害！缺电是电力供应不足。未来缺电，会担心未来缺电吗？わからない。听不懂意思。缺电是台湾吗？还是？我头脑笨笨的。你应该喜欢，会喜欢《龙猫》的主题曲。《龙猫》的主题曲喜欢。小朋友很喜，小朋友小时候都很喜欢唱托托罗的歌。围棋风的 Oh My Little Girl 也很好听，是啊，很好听。毕业毕业也很好听。尾崎豊だったら I Love You I Love You。哦，缺电会限制电源用量，吹水也不好，民生需求。嗯，那会担心。有来德国旅游过吗？诶，你是住在德国吗？没有，没有去德国过，没有去过。我很多国家都没有去过，想要去玩玩看。大家要睡觉了吧？谢谢。那我今天随便开个直播，想说应该没有人会来看，没想到那么多人来看，谢谢。哎，诶。吉藤飞鸟毕业了，不知道会去哪里。是那个 AKB 的吗？很脸小小的那个美女，对不对？她毕业了。我不是你那边的问题，是看看。哦 ，YouTube。看的人要调画质就对了。近代の J-POP、米津玄師はいいです。米津玄師吗？怎么念？米津さん。那个レモンだ、对不对？米津さん也很好，唱歌很好听。我比较喜欢。刚刚说的，那个给藤井風，藤井風的有一首歌叫，藤井風さんの，我最近喜欢的一首歌叫藤井風的，名前なんだっけ？歌のキラリ、キラリ、藤井風的キラリ、超好听。あ、乃木坂のアスカさん、た、わかりました。乃木坂46のアスカさんが卒業するんですね。お、不知道、谢谢你告诉我。哦，那个乃木坂的。
有一个漂亮的阿斯卡さん要毕业了。你在德国读书？我在德国学德文吗？艾子比林志玲漂亮，哇，那也太好了，说的太好了。夜更かしでもいいよ。そうですか。日本的女生会觉得誓言出门会不礼貌吗？不礼貌，能看的话可以，可是如果去上班的话，哎，看同事没化妆的话是啊，你今天怎么没化妆就来上班了？有一点，觉得他有点觉得奇怪。但是没关系，应该是说台湾女生都很漂亮，不要化妆，不要化妆也很漂亮。哦，差不多了。那下次，我今天真的没有跟大家说我今天要开直播，可是没想到那么多人来看我的直播，所以就谢谢大家。然后下次的话，我会几天前要告诉啊，几天前应该是前一天前几天会告诉大家说啊，几月几号的几点开始会直播哦，大家来看哦之类的，对不对？所以そろそろ寝ますね。そろそろ我也要睡觉了。啊，坂井泉さんの歌もいいですね。あのザードの。可惜他不在了，对呀。晚安。女生出门至少要淡妆，对啊，至少要淡妆。我今天也是淡妆。早く寝た方がいいよ。早く寝ます。早く寝ます。今天不用早睡，明天也是休息。但是我们大家要睡觉了，我也要关掉了。辛苦了，希望你以后直播或影片制作会开心。谢谢。馆长不好看，跳过来。馆长是什么？爱子很有气质，很有气质ですか？真的吗？拜拜，新年快乐！我才刚来，真的、哦，你才刚来。おやすみなさい、いい夢を。晚安，新年快乐。哎，很奇怪，我说要关掉了，大家就来了。酷酷，我才刚来就要关播，你现在可以跟我聊天。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晚安。今天才看爱子做蛋饼哦，真的吗？那你欢迎来留言给我。晚安，德国现在下午五点多。哦，现在下午五点多，那你还不要睡觉？大家谢谢，新年快乐。不行啊，看到你会害羞，为什么？好，谢谢，那下次再见，大家新年快乐。下次我就早点跟大家说几月几号会直播。おやすみなさい。バイバイ。おやすみなさい。